14任总统、副总统及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开票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张婉如，我是肖兆平，欢迎收看2016总统大选开票特别节目。今天是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以及第9届立法委员选举，而这次的选举可以说是攸关台湾未来4年的发展，还有国会政治版图的消长。从今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中央广播电台会透过影音现场直播，与您一同关注民主时刻。而现在呢，您可以透过画面看到我们央广的中短波转播频率，收听整整4个小时的开票特别节目。现在除了透过收听之外啊，是你也可以打开央广的网页来收看。那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那么央广的新闻团队会用最及时、最深入的方式来报道选情。而这个时刻呢，我们其实也开放了网络跟大家互动，所以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及时上网来表达意见或者是提问。我们的互动平台微信 WeChat 的账号是 Good Morning 底线 Taiwan。虽然今天早上天气不好，不过中午过后啊，就太阳都出来了。是，我看到投开票的时候有好多人去投票啊。对，所以可想见今天的投票情况应该还是不错的。是啊，今天的投票选民，我相信你们都领到了3张选票，因为这是正副总统还有立法委员同时举行投票，所以呢，除了拿到总统跟副总统的选票之外，还拿到了立法委员以及政党票，一共是3大张。对，那这一次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哦，这次大选的选民数，总共约有1878万人。哇，这其中特别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年第一次投票的手投族，他们是年满20岁首次投票，人数就高达129万多人，而他们呢被视为足以左右这一次选情的关键族群之一。是的，在下午4点结束投票之后呢，目前正在进行开票作业。那么在等待结果出炉的同时，我们邀请到2位学者为大家评析选情。首先介绍的特别来宾是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曾经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庄伯仲。庄老师你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央广 RTI。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建行科技大学企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而严老师呢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严老师你好。好，两位主持人，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在这一次我们央广是整整4个小时的开票之夜，会带给大家最及时的开票状况。我已经看到我们在电脑上面的网友已经迫不及待了，好想知道最新的选情怎么样，然后呢我们现场怎么样来分析。不过在进入分析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这次总统大选有几组候选人嘛，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样子。首先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好了。讲到朱立伦，宛如你会想到他有什么样的印象或是特别深刻的地方？我觉得朱立伦是国民党的中生代，而且呢他几乎无意不语，就是每一次呢参与选战的时候啊，应该是攻无不克了。所以他是算国民党的战将了。确实哦，刚刚讲到他攻无不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总统候选人的相关介绍。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的相关背景资料。透过画面呢，您可以看到我们朱立伦他今年是54岁，其实算相当的年轻。那么他的学历是纽约大学会计学的博士，曾经担任的最高公职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刚刚宛如提到他没有过败选记录，对，没错，很不简单哦。就是在立法委员选举以及2届的桃园县长，还有2届的新北市长都是胜选的记录，也因此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是的，那他的副手搭档呢？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王如玄的介绍哦。是，好，透过画面一样，您可以看到王如玄今年的年纪是54岁，所以呢跟朱立伦的结合算是相当年轻的一组哦。那么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而他担任过的最高公职在马政府任内担任的就是我们的劳委会主委。好，那因为他过去是担任这个主委的身份嘛，对，那有时候他就必须要常常到立法院来接受备询，所以赵平你主跑的是立法院，常常看到主委了，对，很常看到他，看到他还不打紧，还追不到他，为什么？所以我们国会的记者都看到主委有称他为有2块，什么呢？跑得快，对，就是跑得快，应该是走得快了，在立法院其实行程很紧凑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就称他为2块，这2块就是他讲话很快，是，然后还有走路也很快。是，其实呢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啊，我们那个王主委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特别的跟大家介绍过他的球鞋。
有什么玄机在里面吗？他说有些场合你就是要跑得很快，但是又要很端庄，嗯，所以呢他买了一双外观看起来像皮鞋的鞋子，哦，可是其实它是有运动鞋的功能。是啊，我们刚刚是看了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接下来要看民进党方面了。首先来关注的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我们来看蔡英文的学经历介绍。蔡英文他在今年度可以说是他第二次参选总统了，他现年59岁，出生于台北市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最高的公职曾经担任过行政院的副院长，而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曾经担任过陆委会的主委，也是我们中华民国在谈判桌上 WTO 的首席谈判代表。那这是蔡英文，那他的副手呢，其实对于台湾选民来说，啊，比较说是他的昵称做的比较多。对啊，就是暖男嘛。对，另外一个叫大人哥。大人哥，嗯，对，大人哥。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陈建仁的背景资料。看到陈建仁呢，他是蔡英文的副手，现年64岁，出生于高雄，是流行病学与人类遗传学的博士，曾经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那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陈建仁在抗 SARS 期间的表现是非常的优异，可圈可点。嗯，没有错。那我们还有一组我们的总统候选人的组合，哦，就是由我们的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还有民国党的党主席徐新莹搭配的宋莹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宋楚瑜的相关背景资料介绍。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宋楚瑜今年是73岁，他是在所有的候选人当中年纪比较长的一位，那也可以说是他政治的资历比较深啊，齁，嗯，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毕业的学历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担任过的最高公职是台湾省省长，那也因此在动省之后这个职务是说变成是全无古人后来者，所以他是纵省长的称号一直被大家记到现在，啊，没有错没有错，哦，那他从政的经历主要是在2000年创立过亲民党，那在过去的1996年到现在，除了第一次总统选举之外，哦，正副总统选举几乎可以说是无意不语。好，这是宋楚瑜的学经历资料。再来看到的是宋楚瑜的副手，对，就是我们的徐新莹，嗯，那透过画面呢，接下来您可以看到徐新莹的相关介绍，哦，就是呢徐新莹在第八届的立委选举的时候不仅是新竹，同时他也是全国投票率最高的一个候选人。好，画面上已经出来了，就是徐新莹今年是43岁，是里面所有的候选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那他的学历也相当特别，是土木工程学系哦，所以从政不一定是念法政背景的。那他主要特别经历就是他创立了民国党。好，我们刚刚很快的扫描的是在今年三组正副总统候选人的背景资料，接下来要请教两位老师了。嗯，其实这六个人，宛如刚刚发现六个人都是博士。学历非常的高，然后呢六个人里面有4个是党主席，好，这是他们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可是我想先请教庄伯中庄老师，在国民党方面选举前3个月，我们看到国民党有一个政前换将的风波，也就是原来的洪秀柱柱柱姐被换下来了，改为战将朱立伦上台，这对国民党此次的选情有没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呢？是的，4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也在参加电视节目的选情座谈啊。那当时我的身份是国民党文宣部门主管。那果然如预期，那一次我们的马英九、吴敦义搭档，赢过了民进党的蔡英文跟苏嘉学搭档，将近80万票获得胜选。那4年后，今天又来到这个现场啊，那确实准备这个迎接的是败选，而且也可能是相当大一个差距的败选。老师，等一下，我们还没有开票结束哎。不过从目前开始的票数慢慢拉开来讲，我心里大概有底的，所以心情落差其实蛮大的。那这次平常心讲，这个基本盘对国民党不利啊，那我们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叫内忧外患啊。那所谓外患指的是整体的经济大环境，2008年以来的金融风暴啊，世界各国并没有特别亮眼的一个成绩，包含今日的美股、陆股还有欧股，也都这个急剧的动荡等等啊。那台湾在这波浪潮里面，当然也不可能太好的一个表现。那再来加上马总统他当年那个633的一个政策，并没有完全兑现。所谓633指的是这个经济成长率6%，国民所得超过3万美元，还有失业率低于3%，并没有完全兑现。
好，那以及后来执政的一些弊端等等，比如说各位熟悉的林义士或赖树儒等人的一个弊案等等，所以这属于外患部分。那内忧部分呢，从两年多前当时的马英九总统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之间因为司法官作案的一个政治上的争执，引发开除党籍一个争议啊，到最后这个虽然司法方面已经告一段落，但这个伤痕并没有完全愈合。那再来呢，则是在半年多前当时国民党展开初选的时候，党内天王并没有动作。这边讲的天王是指的比较有政治实力的，像是吴敦义这个朱立伦等人甚至王金平院长等人并没有动作。所以当时身份是国民党副主席兼立法院副院长的这个洪秀柱女士呢，就率先这个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这次的总统大选。那当然他很努力一番，结果呢也通过在去年夏天的时候通过了这个党内的一个初选。是，我记得一开始朱柱姐是说要抛砖引玉嘛，对，不过后来玉没出来，砖也变成玉了，是，所以到后来呢，原本要抛砖引玉，他也自己认为他是砖的，不过后来因为玉没有出来，这个砖就顺势成为玉。那当然这个因为他当时有一些主张并不是很受到青睐，再加上他自己并没有参与选举的经验，也没有完成的幕僚团队跟资源，所以选情蛮辛苦的。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总统大选是并同这个立委选举举行的，所以有一些地方的候选人也担心选情会被拖累，立委效应。对对，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争执。所以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国民党透过临时全代会这个用这个全代召开全代会的方式呢，把洪秀柱给他换掉，而由党主席朱立伦披挂上阵。于法来讲，这是程序上是 OK 的，但是于情于理来讲，相信很多人不能接受，特别是国民党里面这个那些党龄比较深厚的那些人士。所以尽管在最后的这个选举最后两个礼拜，洪秀柱频频站出来辅选，而且拍了广告帮这个朱立伦来呼吁，来帮他吹票，相信呢这个党员看在眼里，还是有一番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之下，国民党的选情本来就不乐观了。所以换柱确实造成了气势上的一点影响了。当然这个洪秀柱女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大方表示说她已经看开了那但是呢，相信呢这个明眼一知一看也知道说并不全然如此。不过如果国民党今天不幸这个落败的话，相信对洪秀柱女士来讲，这是她一个该行动的时候了。因为一方面她背负了这个，她是一个悲剧英雄那背负了不少期望所以我们反而会对她寄予更多的一个厚望。庄老师，您说行动的时候是指建议我们的柱柱姐出来选党主席的意思吗？相信她应该也准备很久了。好，我们刚刚花点时间来看国民党这次的选情，老师刚刚说是内忧外患那看民进党呢？是啊，这个庄老师有一点情绪低潮。那我们看迎接发言老师，对，有比较温暖的大人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圣光可能会降临。我们请这严老师来讲一下，这个蔡英文会挑选陈建仁的原因是考虑到什么样的因素？是看在陈建有生计的背景，还是说特质上可以跟蔡英文做个互相搭配？严老师，您怎么看？坦白讲，蔡主席怎么挑陈建仁来当副手，我们也无从了解起了但是，作为一个事后诸葛的来角度来看，其实还蛮恰当的，因为他陈建仁过去在抗 SARS 的时候表现非常好。就是说对这种紧急的事物处理得非常的果断，非常明快，又是个科学领域的佼佼者，又有国际观然后也很沉稳，同时他也是个教徒，对，就是说在信仰啊这方面，信仰那绝对是非常纯净的，所以我觉得搭配他还真的是不错，而且这种年纪64岁嘛，是最成熟，而且做一个备位的元首，他也不是那么样的强势，所以我觉得再看一看是还蛮适合的。所以政治性格没有这么高啦，然后他所到之处，大家都觉得蛮正面的感觉，是这样的意思吗？是。是，好，我们现在带给大家一个最新的消息。然后，如果您是我们的观众的话，可以透过画面的下方看到我们目前最新计票的状况。目前是民进党阵营领先，
蔡英文阵营拿下了83万多票。至于在国民党方面，目前最新票数是49万多票。宋银佩、宋楚瑜阵营拿下的是20万票，这是目前最新的状况。而资料来源呢是国民党中央的计票中心，而这样子的画面是由公共电视所提供的。那至于目前在各党各阵营是不是有一些最新的状况呢？我们首先要连线在国民党开票中心的央广记者刘品熙。品熙你好。是的，主持人。那目前开票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各地正陆续的开出总统的选票。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他已经在下午2点20分左右抵达了党中央坐镇，他目前正在办公室里面观看开票的过程。那在党中央的外面呢，国民党一早就已经封路搭建舞台，目前除了表演活动外呢，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也陆续的上台讲话。至于朱立伦他何时会上台跟民众致意发表谈话，则要看开票的速度再决定。那虽然国民党这一次的选情不被看好，但是有些支持者还是热情不减。目前外面呢，大概是有100多名的支持者拿着国旗聚集在台下，观看大荧幕上面同步转播的开票情况。那由于朱立伦的票数目前在所有县市，大家可以看到几乎都是处于落后的状态，所以支持者他们的士气也是显得比较低迷，许多人都是皱着眉头，然后表情相当落寞。在主持人的带动下呢，支持者就会不时的挥舞着国旗彼此加油打气。好的，那品熙，其实今天上午朱立伦也进行了投票嘛，那我们想了解在上午的时候朱立伦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谈话呢？是，朱立伦他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呢，是跟妻子高婉倩一起到投票所投票。那朱立伦是在左胸前别着国旗的徽章，高婉倩则是贴着国旗贴纸。两个人在投下选票之后呢，都有接受媒体访问。那对于周子瑜的事件，也就是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被另一个艺人黄安举报是台独分子，让周子瑜在中国大陆遭到抵制跟围剿。周子瑜呢，还在昨天的晚上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拍摄了影片公开道歉仪式呢。这个事情朱立伦是说他看到这个画面感到非常的痛心跟难过，他跟国民党会永远捍卫中华民国，而且以台湾的民主自由为傲，那他会支持也会声援周子瑜。朱立伦他还说他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不会改变。那朱立伦也再次谴责黄安还有周子瑜的韩国经纪公司 JYP 没有照顾旗下员工的尊严。那至于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呢，是在上午8点50分的时候只身前往投票所投票。那王如玄是在脖子上系着国旗的领巾，受访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力挺周子瑜，强调台湾的民众应该跟周子瑜站在一起。那他除了谴责黄安还有 JYP 公司没有照顾旗下员工的尊严，也向中国大陆喊话说强摘的瓜不甜。那以上就是国民党现场的情况，把时间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好，谢谢品熙的连线，来自于国民党的开票中心。赵平，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连线，知道整个国民党现在气势比较低迷一点。没错，对啊，像刚刚钟老师也提到，现在他情绪不是对比较低迷一点。对，因为跟民进党的票数现在慢慢的整个拉距又拉开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画面下方，民进党方面在总统大选得到的是此刻是96万多票，至于中国民党则是58万多票。而这个计票中心的来源呢，是来自于国民党中央的计票中心。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民进党现在的一个最新。状况要连线人在民进党媒体中心的央广记者杨雨清。雨清你在线上了。是的，民进党这边的话，因为蔡英文其实他们的票数一直是呈现这个稳定领先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民众其实情绪都是非常的这个高昂。那他们在下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断的涌入了竞选总部这边的广场哦。那现在其实这个竞选总部这边北平东路这边其实整个广场都已经快要塞满了。那我们刚才还有看到有一些民众可能想要挤到比较前面一点的地方，但是可能呢因为这个人数实在太多了，基于一些安全的考量，那包括了一些警察跟他们总部的人员都有在做一些简单的管制哦，可能希望说民众不要再继续的跑到比较最前面的这个地区。那后面的部分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陆陆续续的站到这边来啊。那同时呢这个他们这个开票的时候呢，民进党这边他们也是有安排了一些台上的表演的节目哦。那有些有唱歌的，也有一些像前面有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舞蹈。那他们这边呢也有安排了一些不同的族群的代表来讲话，像是原住民
客家的族群、手头族，还有一些海外的这个代表哦，那来说出呢他们对这个新政府的这个期许哦。那稍早的时候呢，蔡英文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了民进党中央，跟这个党内的一级主管来开会，那呢随时的了解这个开票的情况。是，蔡英文已经到了民进党中央了。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蔡英文在今天上午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有发表什么重要的谈话呢？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那他是穿着他一贯的这个深色的套装，其实看起来心情是还不错。那呢他也表示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跟团队也有信心啊，那就会把这个结果呢是交给了这个全体的民众。那其实呢这个关于这个周子瑜的事件，其实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关注哦。那蔡英文呢其实他也有表示哦，那他认为说呢，其实手持这个国旗啊，就是代表对这个国家的认同跟支持哦，是不应该受到这样子的打压。嗯，那陈建仁的部分的话呢，他早上是跟太太的话一起投票，那他也希望这个国家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的，谢谢雨清，来自于民进党的最新连线报道。嗯，我们看到其实两个阵营都提到了跟周子瑜有关的事情。没错，是的，是的。对啊。所以这个除了这个共通点之外呢，另外一方面，刚刚听得出来，国民党的连线的时候是比较低迷，整个选民支持者的情绪比较。到现在其实一个多小时而已。那目前您可以看到画面底下的票数，其实民进党的部分已经到100万，突破了100万票了。对，其实这样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是，那国民党方面现在是60万票，整个差距已经拉到40万票了。至于在亲民党部分呢，现在看到最新的计票结果是25万票，而这个票数是来自于中国国民党的计票中心，这个画面是由公共电视所提供的。那在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央广人在亲民党的记者王兆坤，兆坤。你好，主持人。目前在宋楚瑜竞选总部这里，大约只有十几位的支持者。那偶尔有一些民众呢，他们经过的时候呢，会进来室内，那拍拍相片之后就离开。总部现场呢，目前绝大部分都是媒体记者。那至于从目前的票数来看呢，宋楚瑜是明显落后其他两位候选人。不过由于这里的民众不多，所以现场的情况平和，大家都安静的在看着荧幕上面的开票节目。那可以提一下的就是呢，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他在下午4点左右有来到竞选总部了解情况。那秦金生在受访的时候是很有信心，他表示说，社会的主流都希望台湾摆脱蓝绿，那也希望能够凝聚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至于这个台湾艺人周子瑜事件，秦金生他表示，这起事件是会影响到选举结果。那亲民党他们从昨晚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各方的资讯。而他们也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情况是说，手头族会选择宋楚瑜，但是秦金生也表示，周楚瑜事件到底对于这个投票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他们也是在观察的。好，那赵坤，今天上午的时候宋楚瑜去投票，也有没有谈到周楚瑜的事件呢？嗯，有的。宋楚瑜他在林口这边投票的时候，他有提到周楚瑜事件，他表示说这一个事情其实已经伤害到两岸的感情了。那他除了感到愤怒还有不忍之外，他也呼吁政府以后要在处理两岸事务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保护人民还有爱他的国家。而且宋楚瑜也说，如果是他执政的话，他绝对不会允许周子瑜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一下，就是宋楚瑜这边他本人什么时候会抵达竞选总部，幕僚是表示还没有确定，那只说票数开的差不多之后就会来到总部了。好，谢谢赵坤，来自于亲民党中央的一个最新连线，谢谢赵坤。哇，刚我们的几位记者在现场的传回的讯息都会说是都有提到周子瑜的事件，没错。哇，其实在选举过程当中临时出现这样的事情还蛮让大家觉得意外。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严老师好了，在选前几天之前哦，就传出这样周子瑜的事件，您觉得对这次选举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为刚刚私下跟伯仲兄也聊了一下，他就说选举大概选前大家都确定了，选票的那个意向其实很清楚，大概就是游离票或者犹疑票，就是还没完全决定的，可能会有影响，会同情，而且就觉得说中国打压得太厉害，或者中国人打压太厉害，那这个对于国民党会不利。因为国民党谈一中各表或九二共识，结果你拿一个中华民国国旗被打压，那显然这个口号是假的，就会很多很多的这个耳语会出现，所以这个应该是对国民党而言不利，
对，到底对民党有没有利，我们不清楚，但对国民党应该是不利的。嗯，这样的角度，嗯，钟老师您同意吗？基本上我也是这样同意哈，他应该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嗯，这次选举本来强弱态势就很明显，嗯啊，那相信原本就会投国民党的还是会投，嗯，那原本不投的也不会因为周子瑜事件就改变哈，比较有可能影响到中间的游离选民，嗯，只不过是多或是少。对，那事件发展到如此，不仅台湾民众痛心疾首，相信在对岸的那些官员跟民众应该也出他们意料之外，也不是他们所乐见的。嗯，所以这个事件最大冲击倒不是在于选票，我认为而是在于戳破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假象？对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嗯，好，所以这值得进一步深思。嗯，不过容我们把这个整个事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剖析哈。嗯，周子瑜是来自于台南市的一位16岁小女生。那两三年前呢，因为他通过韩国经纪公司的甄试到韩国求发展，对，那外形很甜美，对，本身才艺也很好，唱歌跳舞样样都行，嗯，所以在韩国的女子团里边 ，TWICE 里边算是最主要的一个要角，人气很高。前不久还被票选为这个世界百大美女，在一个美国杂志的票选。钟老师，你是粉丝对不对？因为你们这么了解，虽然年龄层有点差距，但是有注意到。那日前他有一张照片曝光了，就是他在床上啊，举着这个韩国跟中华民国小国旗，在拍一个自拍照之类的生活照，嗯嗯。那因为他放上网之后，被一位在大陆一个台湾的一个比较资深的艺人叫黄安举报说是台独，对，对，那因而遭到安徽卫视的这个退通告，春节晚会退通告，那甚至连代言的首席合约也掉了。那其实到这里都还好，那大家情绪沸腾是为什么呢？昨天晚上这个韩国的 PSY， 也就是周子瑜的经纪公司，要求他这个拿一纸声明啊，在这个摄影机前面来练道歉声明哈，啊，说强调他是哪，嗯，他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荣哈，嗯啊，那有点像是 IS 这个伊斯兰组织啊，在过去强迫那个被俘虏的那些这个人士在被行刑之前的这个自我表白一种动作。那因为在画面里面子瑜楚楚可怜，然后感觉讲话有点颤抖哈，啊，让人觉得非常不舍，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感到想为他出一口气，嗯，所以这个才蔓延成这样的一个 风波啊，嗯，所以这个事件其实蔓延了3-5天了，啊，那昨天晚上才有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转折。對，那当然这个我还是同意严老师所讲，嗯，应该还是压垮国民党最后一根稻草，那本身并没有太大杀伤力。像刚刚两位老师提到，就是其实可有三个构面可以讨论哦。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年轻人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一方面除了是这位女孩子长相甜美，那也是网络宅男的喜爱，所以关注度特别的高，嗯，是对。所以对于年轻选票，很多人在网络上说我要今天投票回去补刀。那接下来第一个角度就是老师有提到九二共识到底存不存在，成为这一次成为必须讨论的焦点。民进党也是，国民党也是，是不是能够借这一次的机会好好讨论九二共识的基础？严老师再请教一下，您认为说这次周子瑜的事件从民主政治的体制上凸显出台湾跟中国大陆有哪些地方是本质上是不同的吗？是，当然台湾跟大陆的本质不同非常的多了哈。但我觉得这个事件看起来应该不是中共政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安排，因为如果是的话，它应该会有好几波，或者还有相关的这些议题来包装。至于刚才刚伯仲兄也讲，这个安徽卫视把它这个退通告，这是站在他们的官僚体系是合理的，因为他不退的话就政治不正确。因为就目前为止，北京还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嘛。好，所谓的一中各表也好，那个只是说内外有别，就是说关起门来你可以讲中华民国，可是对外就不能。但这已经成为一个对外的事件以后，当然卫视这个主管，他们安徽卫视主管，他们一定不敢不退嘛。对，所以后来这个韩国经纪公司经纪人，也许他做的又过度了，他可能要讨好中国，讨好中国这个市场，讨好中国的网民，就做了这个以后，引起台湾的这个反感，当然就会烧到北京的对台政策。所以我认为我这样感觉它并不是一个策略的包装，如果有的话应该不会那么粗糙。所以是类似擦枪走火的意思吗？有点这个意思，然后辗转这样烧到这个有关一中各表或九共识的议题来。那请教钟老师，这件事情该怎么样收尾？是要大陆方面必须要对黄安有所处置，发禁言令啊之类的才能够收尾吗？还是说需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件事情平息下来，恢复两岸人民的情感？你怎么看？其实刚刚严老师也说得很好哈，我不相信这是中国官方授意的啦，哦，他们的涉台部门应该没有那么愚蠢，哦，因为这个结果的发展应该是始料未及，也许也是不是他们所乐见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只会将部分中间理性的群众为越往某一个方向来推而已。好，那既然发生到这个地方，因为安徽电视本身并不是代表性的一个卫视系统，它算一个 中型的而已啦，不像人民日报或新华那种地位的，比较有可能是揣摩上意之后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呢，如果说因为这样特别去严惩黄安，特别去打压他，感觉好像又是在太过做作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如果对我了就我了解，这个对岸当局应该会想办法让这个事件平息，然后再透过某种程度来释出一个善意。对，那如果单独就这个事件特别做出什么动作，我反而觉得是有点矫情了。所以应该让它平息，然后再释出善意，欢迎这个子瑜再回来，或重新拿到这个上春晚，上更大的春晚，或是有更多的经纪约等等。但是我宁愿相信刚刚严老师说，应该韩国那 PSY 公司为了讨好，因为先失误在先，后来为了讨好而过度了一个过度的一个操作反应的一个动作、啊、其实谈到两岸关系这方面的政见，在这次选举当中也有非常多，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亲民党之间不同的想法。而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下个阶段再来跟听众、跟观众朋友持续来聊聊。此刻先让大家喘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宛如跟赵平前面是不是放了很多在这次选举当中必备的选举小物？对，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来我们来看一下，像特别是如果从国民党先来说，国民党在这一次呢选举期间天气蛮冷的、哦、所以在竞选的这些场合发了暖暖包啊，也就是赵平现在手上所拿的这个暖暖包、啊、这暖暖包它很特别的地方不是只有一般的暖暖包，来赵平打开来看一下。对，它这个暖暖包上面还印有这个国旗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头样。是，不过现在拿国旗好像延续着我们刚刚跟这个聊到子瑜这个话题、啊、好像也有点关联。不过这一次真的是国民党这边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心中有国旗，带着国旗去投票。那再来呢是民进党方面，民进党从上一次2012的选举到现在一直是小猪当红啊，所以我们现场也放了两只小猪，这两只小猪感觉颜色挺可爱的。另外设计过的就是马卡龙版啦、就是有经过设计文青风，那这能够特别吸引年轻人的注意。那除了这有民进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宋杯杯的，对，亲民党的竞选小物。宋省长就是强调务实，所以他的周边商品都是走务实路线，有像便条纸、马克杯、还有你看到现在这个遮阳帽，都是走务实的路线。是，所以到底我们前面摆的这一些这么多竞选小物，对于选举来说代表什么样的作用呢？能够凝聚选民的向心力，或者甚至催票吗？我们接下来来看以下的专题报道。在选举的过程中，最怕的就是被边缘化，因此各阵营与候选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与奇招，盼能争取高曝光度，进而替自己充人气。台湾近年弥漫的文创风也成为这次选举的特色，竞选文宣及物品已不像过去只会大量发送印有政党候选人名字、号次的面纸或原子笔，而是推出各式各样的竞选小物。其中民进党的竞选小物最为多元，四年前民进党在大选时推出了小猪铺满，成功掀起小额募款运动，这一股热潮也延续至今年选战。媒体创意中心这一次加码研发出马卡龙系列的小猪铺满，甚至找来知名设计师聂永珍设计文青风格系列的悠游卡、餐具组、荧光手环等，加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选情看好，有些广度限定的竞选小物发行后便出现秒杀，让民进党的竞选经费进账不少，也进而强化网络募款功能，更颠覆传统文宣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刻板印象。民进党媒体创意中心主任李厚庆说，前文宣部就是花钱的部门，我就觉得说不能每次被你们讲说我们只会花钱，我们有开源啊，好，所以才去花心思做这个。那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的募款小物都是网络捐款限定，他你在一般的活动或者是你跑来总部，你是没有办法，原则上是没有的啦。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阵营不同于蔡英文走的文青路线，他们配合节庆推出衬衫、帆布袋、网帽、徽章、马克杯等一系列生活用品，民众反应也相当不错。至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阵营，则推出书签、市进部、3D 互动明信片及印有国旗的暖暖夯包，在寒冬中为所有支持者送暖，也希望为选情大力加温。朱立伦还选在平安夜扮起暖男，在街上发送暖暖夯包。朱立伦说，今天开始，我们要用我们的暖暖行动车
走遍台湾的大街小巷，让我们的暖暖行动带给台湾温暖，用我们的看见国旗温暖台湾。天气虽冷，我们是选情越来越热。不仅总统大选的竞选小物战打得如火如荼，立委的竞选物品也是琳琅满目。民进党新竹立委候选人柯建铭，因为是民进党资深大党鞭，在国会朝野协商中位居要角，曾被第三势力暗讽为侨王。柯建铭逆向操作，利用侨王封号推出需要侨来侨去的迷你魔术方块作为竞选小物，还发行侨见幸福的画册，意指事情要侨，要协商才能圆满，扭转乔世情的负面形象。柯建铭办公室主任何佩珊说，总统在乔协的事情的时候背后是协调，其实协调他就是希望大家用不同的观点，然后看到各方不同的利益。此外，民进党桃园立委候选人郑运鹏平时喜欢看漫画书压，为了让选民轻松了解政见，他推出国家升格事件簿剧情漫画，不仅年轻人爱，年长者也喜欢。另一方面，所谓见面三分情，为了握到每位选民的手，徒步扫街拜票是候选人争取支持的基本功夫。为了在拜票时让选民留下深刻印象，候选人也是花招百出。国民党北北基的立委候选人就以变装来吸引众人目光，其中基隆市立委候选人郝龙斌扮起大力水手，台北市立委候选人赖世葆扮成钢铁人，新北市立委候选人江慧珍则是变装成神力女超人，身上装备一应俱全。国民党台中立委候选人严宽恒则是自己填词演唱，推出台语竞选歌曲《咱的厝》。懒奶狗希望拉近自己与选民的距离。只要用心全力付出，咱的愿望，请你牵手做伙打拼，咱的厝由咱来照顾。在众多竞选招数中，最奇特的莫过于国民党新北市立委候选人陈茂佳，因为他是被征召参选，被讥笑是跳入火坑，陈茂佳因此选择表演跳火圈，展现自己参选的决心，也成功引起瞩目。每次选举总有候选人跪求胜选而使出奇招，从以往的下跪剃发到现在的变装跳火圈，不仅要拼人气，也要拼创意，至于成效如何，就看选民买不买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刘秋专题采访报道。